工艺吗？什么？什么技术上的问题？拍照的。要么他说打光了，怎么。你把轮廓光的亮度调到主光的两倍。吃饭呀，一天没吃饭了，饿死我了。咱开直播吗？你要不要起来？不要。不要。凯爷，你身边有姨吗？我咋回答？我就是。我是卡哇伊。看到小泉了。小泉是谁啊？是新加坡的还是马来西亚？新加坡的吧。小泉，哎，是上次跟小七一块过来那个吗？不是，他在国外。谢谢你啊，条，我俩就是双胞胎，同父异母，走开。凯爷都忘了记我，来给徐徐生生打个波广告啊！他要出写真集了，大家要有需要的话可以去他的抖音上去看看。我们俩就随便吃点，这一会儿去吃啥？我不知道，待会儿去看看谁的，我也不知道。被发现了，不应该说程程像卡爷，没关系啊，我们俩都是很好的朋友啊。我长得像他，我很开心。靓仔，屌吗？请叫我靓仔。小波，我笑死了。往哪跑呢？我这边没有下雨啊，今天没有下雨，来成都到现在没有下过一场雨啊，冷不冷？还可以。我就看靓仔，哎，伊森是吗？会撒娇吗？听说撒娇男人会好命啊。成都疫情有影响，我现在都走不了。长得像我男朋友，男朋友是谁？潘小姐。你叫啥呢？我来。第一次听他叫啊。基本也不叫一次。是我卡了吗？是我卡，我信号不好。店长在干嘛？准备吃点东西。吃点东西去。准备吃饭了，前面突然就下了。罢了，我那个手机没带，我现在只有一个手机啊。现在小心这边的液化气。不会啊，不会啊，咋不来长沙？长沙没疫情，没有单子呀。你们要买保险的话可以找我啊。哎，网络怎么这么差？长沙，对，长沙我好像没去过。嗯，去吃文和友还是文和友来的？那啥呀？很好吃。什么玩意儿吗？一个品牌，餐饮的品牌。我给你寄海鲜过去。我看可以。手表什么牌子 ？Design。保险。买保险找我啊！买保险找我，我大东北盛产帅哥。哎，对，东北盛产帅哥。没有不搭理你啊，没有不搭理你。下面的留言太多了，滚屏滚得太快。什么类型报销都可以吗？你要看是买什么，比如说重疾险，它是凭确诊单。比如说我今天得了肺癌，拿到医生的确诊单，我就可以获得保险公司的理赔。就开开心心的去领理赔了。对，但是如果说
你医疗险呢，它是由于住院产生的所有医疗费用是可以报销的，可以抢走吗？可以，可以抢走吗？可以。颜值极好啊，再胖没脖子的就，我已经在减肥健身了。你已经在准备。对，在准备啊。我前两天拍照的时候被徐峥 ，Hello 老彭，前两天被徐峥说的我，拍照的时候 emo 的一晚上，特别难受那天，特别难受那天，心情特别差。看看鞋子，你们有这癖好吗？他穿的高跟鞋，你要看吗？我今天看高跟鞋走路一拐一拐的，请停止你什么？散发魅力，我没有啥魅力。散发魅力，我没有啥魅力啊，可能就是人格魅力，人比较好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徐峥？关我屁事！请正面评价我一下。啊？请正面评价我一下。给多少钱？一块吧。给钱还要评价吗？你是个好人，你是个好人。准备说，这一身真傻我，你们，我就很不喜欢穿正装。我喜欢穿制服，但我一点都不喜欢穿正装，我没有办法，为了迎合市场的需求。你们看着我卡不卡？房东的猫卡卡为你们看卡卡波卡吗？徐老是个大好人。卡是吗？没有办法，这边信号乡下信号比较差。我上次想给徐峥说去拍选员，给徐峥说去拍选员画的怎么样？卡叔你还记得不？我记得呀。徐峥就是恶搞我，有点卡。木然，呵呵，卡木然。什么时候恶搞你？就那个杜海涛那个啊。那不是本来长得像吗？我没有不理人啊，没有不理人。我不可能所有信息都要回啊，我大概10号、15号左右回北京，我得去趟上海。喂。哎，我特别喜欢吃泰国那个路边的秋刀鱼，哇，超好吃又大。真的好吃。这棉刺能吃吗？嗯，我在这都看不过来。正在被隔离嘛？隔离需要什么费用吗？上来吃饭，奔跑小胖子，我一天没吃饭了。我的副业有，我的副业有啥呀？啥都干，但我的主业是卖保险啊。还在成都。秋刀鱼，周杰伦有首歌就叫秋刀鱼是吧？七里香，什么叫秋刀鱼呀？别急嘛，何真卡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我理人了呀，我们又不理人，你怎么知道卡木然这个名字的？居然知道我以前的网名。什么保险？怎么卖卡叔？看你的需求啊，你也可以私信我一下。你们都来看老公吃饭吧。以前网名叫啥？哎呦，铁头来了，铁头真的是好久不见啊，感觉你像消失了一样。
真的像消失了一样。怎么可能？给都给我送个热气球。铁头有没有想我啊？我是甘肃的。第一次看这么多人被我吃。跟我像父子啊。再吃点东西。甘肃天水的吗？我祖籍是甘肃天水的，我生在嘉峪关。12年的照片啊，嘉峪关是北京的吗？你去百度搜一下嘉峪关。对，在东二环。嘉峪关大厦，九光大厦确实在东二环。对啊，我就这么说的。专宠龙龙，请你写成专宠卡卡。特别喜欢吃有小腊肠。是的，是的。哎，没猜错。你们点赞了会有男朋友，不点赞的今年都没有男朋友，有男朋友的不点赞都会分手。我从来不点赞。嘉峪关房价便宜吧？你两口真行，今天看马二哥下载播，我就6级了。我要打算把这个级数调整到8级。你手都点酸了，真毒啊你！那你点不点赞？没男朋友的不点赞，都会成为你对象。买没了。啊？我都在车里放着，8级可以。还跟徐晨在一块儿，在啊，他在我对面坐着呢。楷模，我可不是啊，比我优秀的人大有人在，我坐我对面的人就很优秀。不，我不优秀，我只是长得好看。你能不能转过来要死啊？不好喝。你弄死啊你！带到西安呀！我去年10月份在西安。这里面我等会儿下播的时候才能看私信啊！我今天只带了一个手机出来。不符合长相，是我的声音不符合长相吗？还是你的声音不符合长相？啊？是你的声音不符合长相，还是我的声音不符合长相？大家都下班了吗？这么多人，等我加了微再改8级吧。好吧，冰冰，我记住你了。等你加我微信那一瞬间的时候，我就会把这改成8级。还没吃豆干呢，又不吃豆干吗？吃吧，我拿了3个，那我吃吧。乖，好的，看完告诉你们，吃的是工作餐。我也好久没有去看电影了。你这简单是啥意思啊？潜台词，我没有潜台词啊。有，我看电影，我喜欢一个人看，我不喜欢跟人约着看电影。
强出在三亚，台词真的是够了。喂。喂。你认识阿伦老师吗？嗯。你认识阿伦老师吗？嗯。阿伦老师，跟你给他拍个照。阿伦老师。嗯。阿伦老师。嗯。抖音。他是在西安吗？完犊子！阿伦老师是在西安吗？我看看。你认识吗？我忘了是。没有，哦，陕西师范大学应该是西安的。啊，我知道。他重庆人。嗯，嗯。我拍的。让你家小可。哎，咋了？你播一会儿。卡爷四十了吗？嗯，四十二。把一个男朋友共进晚餐，什么共进晚餐？我又不是他男朋友，乖。他男朋友这儿在上海，真真不适合卖萌。谁跟你说我不适合卖萌？我也可以卖萌啊。卖啥？啊？卖狗吗？没有，他们说卖萌，他们说我不适合卖萌。你们要照顾好自己，不要生病，生病就要吃药药。正。不好意思打扰卡与小可爱。与小可爱单了。我们小可爱叫的人太多了，我们家那叫小好看。小好看，我的妈呀！你知道什么叫社会红吗？社会红是啥？我不知道。那网红你知道吗？网红我知道啊。网社会红，我就是网红啊。社会红比网红的影响力更大。什么叫社会红啊？新的名词。社会红。就跟网红可以画等号，但是要比可以画等号，但是要比网红的名气更大。网红他只是在一小撮人群里面比较出名，社会红是上到老下到小，没有人不知道的。你比如说毛毛姐，你比如说毛毛姐，啊，他就是社会红。范冰冰也是社会红。嗯，我的颜值下线了。你们可以去我的微博上看一下徐徐峥峥最近的照片啊。你微博发啥了？发照片了呀。你发啥了呀？发你了呀。你个碧池，你啥时候发的呀？你不是就在朋友圈发的吗？你微博你还发了？小红书也发了。个死不要脸的，没有粉丝可以靠那些来涨粉的。关注我看一下，哎，我关注你了没？关注我，咱俩互关的。微博吗？对呀，你忘了咱俩？你上次不是咒我去稻城亚丁，回不来吗？哦，对哦，你用你一生的幸福来换取我在稻城亚丁三天的大雪天。你拍个狗都不能把我拍这么丑。嗯、我头疼。我总一卡卡，是我的问题，我这边信号不太好，信号特别不好，在一个小乡村里没有 5G 信号，信号有点差。我晚点再播啊，晚点再播，不好意思啊，各位。